说真的，你不觉得一般的学生？ 老师，我有一件事儿能求您帮我保密吗？我要去一班了，很快就要走，但是你能别跟远山他们说吗？我会用我自己的方式去告诉他们，因为我觉得……绝对属实，是我亲耳所听。远山小队的队长要转班，而且可能要退校。现在是远山小队力量最微弱的时候，你们可以尽情挑战了。这可是我们北魏风蛇队该出山的时候，绝对是个好机会。走。这个简单。兄弟啊，是不是我说错什么话了？远山，不管怎么样，一定要让远山小队走下去。全靠你了。他这么说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嘿嘿，这肯定就是一航的房间了。
妈，她说，她妈和您做的一样好吃。不，没我娘做的好。这也不是我做的，都是保姆做的。保姆做的也没我娘做的好。吴一航，你也多吃点，哎，谢谢妈。那没事了，娘。一航在学校就不怎么吃饭，我来帮他吃。我都尝了你一星期的豆腐了，你说你做不出就做不出呗，干嘛那么执着？因为他喜欢吃豆腐。姐，这就是那个男人做的豆腐，这段时间我都看着，他每天都在努力去做。豆腐虽然难吃，但很用心。为什么要为家族逃避感情呢？儿子，妈妈给你联系好国外的中学了，你下午啊去学校把学习证明开回来啊。这事我要考虑，我不想留学。吴一航，你要知道，我这都是为了你好。不，我不能出国。看来有些事情要提前做了。老师，一航好几天没来上课了，他没事吧？跟我请假了，没跟你们说吗？他不跟木木还有三儿说也就算了，怎么能不跟我说呢？吴一航可能要转到一班了，最近在家做准备呢。他已经决定要去一班了？那倒没有说，不过他家里的情况……算了，他肯定是去了。前几天还称兄道弟的要一起作弊，今天说走就走，第一名果然是第一名。眼镜王学黄美，死黑曼巴姜蔚。
逃避成为不了勇士。吴一航已经放弃我们了，远山小队很快就不存在了，咱们还干嘛在意这些？我看那个什么考试社运动会也没什么意思，不如各回各家，各找各妈，挺好。不会的，吴兄弟让我带领远山小队好好走下去，他会归队的。我想吴一航应该有他的苦衷吧。他能有什么苦衷哦？听你们说了半天，我算是听明白了。你跟吴一航赌气呢吧？赌什么气？我可没有。就算吴一航要放弃你们，你们也没必要自暴自弃吧？越是到这种时候，你们不是越应该要考试及格，运动会拿名次吗？让他知道自己是错的呀。吴兄弟不会放弃的。那好，等我考及格了，咱到后悔去吧。谭兄弟啊，我和谭兄弟一样。木木，你呢？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准备好了。嗯，准备好了。我爹说过，成为英雄是一件很艰难的事。当我们遇到困难，感到畏惧和痛苦，支撑不下去的时候，决定命运的时刻就要到了。越是吴兄弟不在，我们就越不能放弃。我们要坚持下去，一直努力，这样吴兄弟才会放心回来。我们才能一起成为英雄。背英语单词不好好背。OK， 清醒一点啊。张远山记忆力强，但理解能力差。周木木学的杂，可各方面只会一点。谭三找不着题眼，总是自我发挥。不过他们很用心，尹老师放心，时间会证明一切。怎么排这么久？我等了那么长时间了，还是什么时候到？
还是不行啊。好兄弟，你总算出现了，你知道我这段时间有多努力吗？一航，哎呀，来来来，舒心做的豆腐啊，来尝尝。叔啊，我突然想起，我还有点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对对对对对，等会儿。你怎么不走正门啊？我就是想试试爬窗户是什么感觉。啊，啥感觉？还不如走车门呢。尝尝叔做的豆腐啊，刚做。尝尝尝尝。啊，任山，你多吃点啊。嗯，好兄弟，我们一定会及格的。一航，怎么这么慢？行李还没有收拾好啊？要妈妈帮你吗？我还没想好。你是因为那个远山小队？妈妈听说有其他队伍向他们挑战，他们连应战都不敢。这样的团队，还值得你继续为他们努力吗？你知道什么呀？他们不应战，我很清楚，我安排的。吴一航，你既然答应了妈妈，就要做到，不能出尔反尔。你要知道，不管你是因为什么，没有这么做事情的，知道吗？哦。十分钟后给我下来。Thank you.
万事俱备，是欠东风了。行行行行，怎么回事？吴一航要出国了。不行，兄弟，别走，等等我。你锻炼身体呢？吴兄弟，你不走了？我就没走啊。太好了。行了，就知道搂搂抱抱，恶不恶心？吴一航，你不走了？啊，我就没打算留学啊。闹了半天，远山你是追错车了。哎，那我送你们回去吧，我还没开过夜路呢。我拒绝。李航，你确定不走了？不走了。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崔孩子走的时候那么着急，现在又担心了吧？这一飞就是十几个小时，也不知道儿子能不能适应那边的生活，你就不担心啊？妈，爸，怎么回来了？你怎么回来了？我没上飞机啊。吴一航，你怎么能这么欺骗爸爸妈妈？听孩子解释。不是，妈，我可以去一班。什么？去一班好，去一班总比留学好。你说真的？说话算话，当然，我可以去一班，但别再提留学的事儿。那个。
现在先安静下来。就，哎，今天我向大家介绍一位从高三零班转到一班的优秀同学，吴一航。在本次月考中取得了非常优秀的成绩，综合素质大幅提升，所以他拥有了选择班级的权利。从今天开始，吴一航同学将作为一班的一员，和大家一起奋斗。我觉得你误会他了，他不是那样的人。那你解释一下，为什么他去一班不提前跟我们说？为什么考试之后他跟我们玩消失？为什么他提前把寝室的被褥带回家？夕阳晚霞，我只想早一点回家。红豆脸颊，我送你美丽山水画。世风日下，又一次抿住了嘴巴。花样年华，我要去的地方在哪？呜呜，为什么骗自己？呜呜，该复杂看不清。呜呜，该放弃要逃避。呜呜，你教我如何放弃危险之际的美丽，日思夜想不断的折磨自己，在无法脱身的游戏。我做了最后决定，放下了心中怀疑，无所谓致命，哪怕前路布满烟雾荆棘，拿出了更多的时间，只为了陪伴你的自己想呼吸。一般的伴随你不停的不停的耗费着精力，我愿意 Now you know me， 为你抛弃多余的锋利。 You drive me crazy， 是你给我坚持的勇气。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，对你寸步不离。没想到我能幸运成为你眼里的秘密，路灯下亮了的身影，在深夜慢慢的交集，谁给我逃跑的勇气？ Oh baby， 你是我唯一。穿过了黑夜，但微风总让我沉醉，包扎了伤口，往往不在乎是与非。路上的风景可能比目的地更美，旅途虽疲惫，但至今仍然没后悔。每当夕阳晚霞，我只想早一点回家。红豆脸颊，我送你美丽山水画。世风日下，又一次抿住了嘴巴。花样年华，我要去的地方在哪？呜呜，为什么骗自己？呜呜，该复杂看不清。呜呜，该放弃要逃避。呜呜，夜每当我看上你双眼，我爱用海底任务思绪万千。我爱用 waiting for every time you make me alone， yeah。旋律在我家过夜，但你说的才足够。不管你表现多么不是 baby， we can take it slow。暧昧的气氛，伴随着色灯光，雾气的素气的撞点，让我留在你身边，不用害怕，时间我们同行光年。今天脱下一切，赤裸成动物。无聊的圣诞节，你帮我卸下所有重负，除了你，我的心里空无一物。别再说那些，别再说那些 ，we just friend 那种忽远忽近的 bullshit、yeah。如果真的只是 friend， 为什么这些事情频频越界？电影院的吻和留下你余温的床垫。Damn。